是我，我发生真严重的代志，我真正找无人参详，有人通知我去东郡的古厝，我发现杜光亮的尸体，所以整件代志跟东郡有关系。森林凶手，烂人，渣男。你莫对东郡有这样子偏见好不好？这哪是我对有偏见呐、啊？杀人是当罪呢。我你讲一个，我会当接受的理由啊。我有心啊，这理由够不？是有人传简讯给我，通知我这件代志。我想真有可能是有人挑工设计陷害东郡。我是不是应该给东郡一个解释机会？啊，你都已经想好啊，搁找我参详创啥？王雅杰，你莫这么妇人之仁好不？你的敌人袂因为你的好心就帮你耍，这个代志搁拖落去，危险的人是你呢。东郡哪有可能害我？你莫家己想家己对，把东郡当作是一个杀人魔。对，就因为伊是囡仔的爸爸，你才对伊暖心。啊，不过这是两回事。我给我一点时间，七九等我。等你跟伊讲你有啥的代志，啊，你啥物时阵要讲？你已经无偌济时间会当闪避呢。我知影，我无法度闪避，因为佮看怎讲，纸袂包咧火，这款代志，万无得隐瞒伤久啊。是不是咧讲杜光亮的代志？这两天我会处理，现在不献白也不行的，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我早就跟你说王亚琴问题，现在不就证明是他在闭鬼，他不知道跟什么人联手来对付你，他打算要把杜光亮的事情压出来。嘘，好啦，这交我处理啦，你先过我的古厝那里等我，这次绝对不会定的。我先安尼啦。阿婆，是你啊？歹势啦，甲你吓惊着啊！是讲你来位楼梯间行出来啊？我现在有事没用，稍等再说。老婆，你的面色怎么这么难看？还是谁靠你？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在台北的好朋友多啦，我怕你不敢说话，会差点妈说出来外面说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啊，对了，我有买这鸡汤，要大家啉的，咱做来。雅姐，我有买你这爱食的排骨饭啦，饮者。我不要啦，饮食就好。哎，啊，恁两个，饮者。好，等你。我伫要到啊，我无想要一人入去，你赶紧过来。阿伯，你搁爱处理公事哦？歹势啦，啊你嘛知影，最近阿伯伫咧工课上哦，有足侪麻烦呢。假使讲我若是无得度过这关，恐怕以后连立委哦拢无通做啦。无要紧啊，你做你去无用，阿妈稳照顾就好啊。啊，那呢，都麻烦你啦。哎，子涵，最后你，你给家婆。哦，我先来。好，谢谢。阿母，我看你的面色无介好呢，
你先过来吃一寡物件啦，啊！我不要，恁吃就好。你是不是跟阿伯冤家啊？我无冤家啦，只是恁阿妈出这个意外，大家心情较沉重。叮当，先生，你看，阿妈金卡内底敢那有物件呢？我亲像是皮肤的碎屑，应该是皮肤组织。真正有呢？那呢，我的怀疑就无唔对啊。今天什么意思？何理事唔是讲？阿妈有人送来便宜的时阵，厝内底垫一粒瘤啊！即卖阿妈的指甲内底阁有皮屑组织，我有了无唔对。阿妈摔落去的时阵，手应该是有抓到迄个凶手的瘤啊，阁拄啊好抓到凶手的皮肤。阿妈真可能是有人摔落去的。咱先把皮屑组织啊收起来。明仔我提起我是西检验中心来化验就知影。我不是有传讯息叫你才过来，我着急要赶过来，所以袂记你买，无我怎么来买？唔免啦，先处理较严重的代志才阁讲。好啦，你小心来者，我已经叫人来遮搬物件啦。那若是你来内底等啦，较免叫人发现。唔怪内底有。放心，死人袂作怪，你免惊。我伫咧。时阵我就伫外口等，一定是王雅琴咧避开。不过，伊拄则嘛伫病院啊。伊会当敲电话叫别人处理。伊伫病院时阵，毋就是甲伊的工作咧讲电话。我毋是甲你解释过啊，雅琴讲迄个是伫美国一个朋友啊。即卖手机啊遐尼啊方便，就算人伫美国嘛会当敲电话指挥叫别人处理。搁再讲，咱嘛毋知影因到底有偌济人。而且现在的王雅杰真有可能会对你说白差。雅杰啊，在我心肝内，你一直都是我唯一的太太。就算说我脚步没打岔过，也不过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放弃你。假使讲，若是有一天连你拢无爱支持我，我就真正……我嘛从来唔爱想过要放弃你，啊，不过你必须对我坦白，因为我无可能支持一个欺骗我的人。
我当然嘛是对你坦白啦。我哪有什么代志隐瞒你啊？那你同款，你是不是蛮应该对我坦白，袂用隐瞒我欺骗我？你认为我隐瞒你欺骗你？是不是我想要安尼，只有你自己知影。我敢若知影，我全心全意，把我所有一切拢放伫你面头前。啊，不过你呢？你敢有对我坦白？同志，我真正就希望你会当信任我、相信我。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我拢会支持你。咱做伙面对，做伙解决好无？那安尼，你所讲的支持到底是啥？是爱我照你的意思去行，重新倒转去做迄个叫人看不起的陈东俊？你管他别人安怎看？为着让人看得起，你这么所过日子，敢会安心？敢有快乐？你讲你所做的代志，拢是修复这个家庭。假使讲有一天你知影，你这么做的代志，是让这个家放弃，你敢会认为你所做的是对的？我到底是做什么，会让这个家放弃的代志？我不是跟你讲过，我甲子倩早就已经切好你啊。你是要来变故事啊？我自头到尾，我提起林子倩这三个字，想说你要讲对遐去。好，是我心虚啦，因为这个代志我一直藏在心肝内，我一直无法度原谅我自己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搁踮伫遮向你悔一个死嘞，安尼会用的袂？好好好，咱今暝先莫讲遮呀，咱翁仔某才真无简单恢复一寡过去的感情啊，今日咱先莫冤家啊。亚杰拄则讲遐话，每一句拢是爱我坦白，伊真正早都甲冷冻过藏起来啊。真正就阴天嘞，将后这么侪证据，所以今麦才开始报警，要对我赶尽杀绝。我讲这么侪，东君并无想要坦白的意思，也根本无想要悔改。彼太人可藏尸体，不管伊身孕，已经不是我所识识的东君了。我实在，我爱谢东俊，变做陈东俊了，都已经不是我红色。王雅姐，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我是真正爱你，不管我安怎做歹，我从来拢无想要毁掉这个家庭啊！你哪会当因为我一概不忠，就给我这尔重的处罚？咱的翁仔某情到底是算啥？陈东俊，伊都去过你应该爱有的生活。Yeah.